事，但系我而家眼见一至到六号嘅足球场满到我哋香港人嘅雨伞。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我啱啱咧听到一啲我哋嘅团队嘅朋友话翻俾我哋知，喺北角嘅地铁站嘅月台。在 CEO 對開那條天橋行車天橋依家係企滿曬人的，我哋嗌一聲香港人加油去打氣好唔好啊？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有一個愛香港的心，你們有沒有？我從來不關心政治，我從來不關心政治，但是今次因為我良心被挑起，我良心被燃燒，你們有沒有？我看到香港人從來在裝新裝的方面捐很多錢出去，因為我們香港人是有良心的，因為我們香港人有良心的，你們有沒有？所以我們要繼續為我們香港去爭取共商普選，啱唔啱？我們香港人是要公平公正公義，啱唔啱？所以請大家堅持到底，愛我們香港，愛我們的民主。多謝各位。好，喺度嘅提醒大家，記住講嘢咧係唔需要顧及民陣嘅立場嘅，因為你哋代表唔到民陣，所以大家暢所欲言。我哋呢個台亦都唔會即係限制大家講嘢嘅內容。如果大家覺得面對群眾好大壓力嘅，喺台下講我哋都容許嘅。總之用大家舒服嘅方式。唯一嘅要求咧就係大家要擔聲講，因為咧我哋支麥係唔收得水嘅。圍繞的朋友知道，咁而家因為咧係一直都係有朋友係沿住興民街天后方向，同埋咧亦都有朋友咧係沿住喺銅鑼灣噴水池方向咧係進入圍繞嘅。咁希望入到嚟圍繞的朋友，我要用流水式嘅集會形式，大家可以咧停留。可能我哋頭先都有個共識，就係大概係由5至10分鐘。如果想離開圍繞嘅，請大家用近個電車路嘅東市灣道嘅方向。但係咧就唔好大家一早唔上啦。我哋眼前見到咧係接近呢個電車路嘅出口咧，其實都幾擠擁嘅。剛才咧係不停都有呼籲咧，要咧呢個救援嘅急救朋友。咁所以大家咧都係呼籲同前面嘅朋友咧有翻啲距離。咁希望咧，如果係除咗空間會多啲之外咧，亦都有急救朋友要通過嘅時候咧，都容易啲。咁再講多次啦，入境嚟嘅朋友，如果你哋係想離開圍繞嘅，請大家盡量使用高士威道即係電車路嘅幾個出口咧，係離開流水。咁我哋而家嘅流水式集會咧，係一路咧係去到今晚，今晚到今朝先去到今晚11點鐘。咁我而家就係都有兩位市民發言，多謝。係大家好，早晨啊，咁多位早晨啊，我係一個讀西史、讀世界歷史、讀地理嘅一個最中嘅一個中學生，中四升中五嘅，你可以。山口區嗰度兩個，然之後咧，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新分中嗰個考試啦，可以。到今時今日，我可
啱見到一個大隊，一個小隊，同一個小隊，係一個北人學生，係一個北人學生都喺度，一個中學生。然後關於網絡暴力是大家都知道嘅啦，最近有好多大陸嘅同胞。社會主義發展，多謝。同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 （CCP）、China Communist Party 等威權組織 ，is controlled by scumbags. It doesn't make sense. 呢個係唔錯嘅，我知道。對中國人嚟講，不過我必須同大家講嘅就係，唔應該被中共嘅勢力去掌管住，因為。喺中央人民革命入邊，中國政府曾經承諾要唔不斷不斷地可以維持住一國兩制。然後我哋睇下今時今日嘅中國對住我哋做乜嘢？首先係反底事件，每一日同每一日我嘅同學都係同你講，你分由隊三個人，三個人都唔清楚。然之後，中資企業嚟到香港。對住各式各樣嘅人家，即係對住本土企業造成，對住本土企業造成啲唔應該有嘅反應影響，並且令到本土嘅企業造成一啲好重大損失，例如係佢哋嘅網絡俾人 DDoS， 即係所謂嘅俾人舉冧曬啦。之後仲有一啲好指定嘅企業，即係例如我哋去過嘅士多，佢哋一啲好微小嘅產品，去到好多嘅地方之前，即係所謂中國嘅物業單位啊，仲有一方嗰啲店都已經被打到曬，完全冇得去。而我哋呢個香港咁成功嘅地區，就唔止一個兩個，有啲嘅嘢公然一黨聯盟咁樣推嘅，就一堆即係。一方限制同埋任何一啲唔同於香港嘅政府，當我哋香港同埋所有嘅政府嘅供應商要國際國際嘅中資企業，再加上人民幣係一個唔流通嘅貨幣，佢哋係要靠住港幣嚟做。我哋中國嘅人民幣係要靠住港幣嚟去。去兑換，咁樣咧係人民幣嘅。而家我哋要收回我哋，而家佢哋準備就係要收回我哋嘅香港，即係因為基於今次嘅事件發生咗，我哋又同香港又要收回我哋一個。不過要同大家講嘅就係，你哋收到一個兩份證之後，你哋今年會更加好。你哋可以隨時收到另一份證，但我保證你哋，保證你哋中國人民嘅事一定要變第二。多謝。好，唔該曬你。好，即係我哋立即起下一班嘅。好。第一班嘅。香港人，加油！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其實做一個好小嘅好雞蛋，好和你咩東西？我哋又搞咗一個叫 KMT 生成嘅東西 ，#hashtag 嚟嘅。點解要做呢單嘢？我知道，廢廢過老細，但係我老細幾廢，你都匿唔到喺個冷氣房裏邊。但係唔知係今日到到而家咁做咧。跟住咧都係檢查呢個人。喂，大佬，我成日暑假咧，即係講起又講，我剪頭髮都未有時間剪，佢又去執髮，有冇搞錯？我哋要爭成個輿論，爭成個討論，爭成個爭拗，唔好喺人同人之間，唔可以喺人同警察。雖然有班見咗，不過我哋唔可以做呢個計。係啦，我哋唔可以做呢個計，我哋要將成個輿論壓力全部睇翻俾邊個？聽唔到。好，記住，我
日咧，我用驚佢計盡制計數咧，所以我哋除咗我哋靠呢個民陣最可靠嘅計數方法，之後我哋亦都要想 S F N Carry Lam do something。我唔知佢做咩，我唔理佢，但我要將成員推翻去佢度。記住 ，C D 拉屎，邊個搞出嚟噶？邊個而家放假揾最開心？林姐，我哋唔可以俾佢再放假。S F Carry Lam do something。hashtag 其實咧，如果解釋唔到，即係 hashtag 真嗱，你而家去自己 Facebook 影呢張相，或者其實你攞啲黃色紙咧，我啲黃色紙其實派緊我哋好多嘅睇。By the way， 想多謝一間喺北角嘅天然公司嘅彩虹啊，因為佢今日無端端整咗一萬張呢啲券俾我哋，係臨時臨急呢件事。是其實可以 United 幫我們全部香港人對準什麼？對準政權，對準林鄭。記住 Hashtag Carry Lam do something， 林鄭做些事吧，喂，麻煩了香港人。我可不可以叫林鄭 do something right？ 因為她是做親都是錯事，她是沒做過對的，她是有做事的，不過做親都錯，到現在覺得自己對了。所以你說你聽完之後咧，你知道我講咩得㗎 ？I am do something。好，唔該。哇！好，唔該曬。剪頭髮呢單嘢真係香港嘅年輕人喺前線，真係緊張。我應該開始做招咧，嗰日做招之後，突然間我打緊工，即係我唔舒服得。然後走出來幫我做一些打錯，因為那晚我都有成神在看警察的地標，然後到八點鐘我看林鄭的地標，他竟然去捉法，然後看出來檢查，即是我都做香港市民都很開心，是不是啊？那我希望大家都享受得啱啱的朋友呼籲了我。Hello everybody,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I'm sorry, I am an American. But I am also Chinese. Sorry, please don't hate me, I'm actually American. My mother is Chinese, but I grew up in America. What I learned in America is no matter what, freedom and equal rights.Deserves belongs to everybody. No matter who you are or where you are from, you should fight for your rights. Fight for your right to be free.我都是強調大家講嘢代表民陣，咁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我係唔會審查大家嘅。拜拜。我話即係一個普通小市民嚟嘅咋，咁我相信我講嘅嘢都係人情味，聽完幾好講第二遍。我係一個廿幾歲嘅僆仔，因為五年前係雨傘運動嘅時候，當時都覺得。差別很多，咁亦都因為五年前雨傘運動，加上呢幾年嘅香港嘅政局嘅敗壞，再如果講政治嘅，我想講少少關於政治、香港同中國關係嘅事情，因為在座各位未必太多人理解。我記得六月九號同埋六月十二號嘅時候咧，六月呢兩次六月九號一百萬人遊行，當晚林鄭月娥。在大約夜晚十一點幾的時候講了就話出了一個聲明，就話當時的六月十二號星期三是政府的六月三度，
大陸嘅十二號之後，好想有一班小，有班靚仔，有一班錦衝，錦化工嘅人喺立法會，捱吹雷彈，所以我哋先行到今時今日，你話係咪？咁我多一樣嘢就係香港同埋中國，如果打個比喻嘅話，就好似九十年代嘅東德同埋西德，香港就係西德。中國就係東德，從來由東德去依靠西德嘅啫。點解啊？香港有自己嘅貨幣，有自己嘅法治，有香港關係法呢樣嘢，三年前嘅巴拿馬文件有話俾大家聽。所以唔知今次都解釋到點解你今時今日都唔夠只解放軍最多，只可以夠打出武暗中嗰啲武警啊，混入去啲警察裏邊，咁都冇嘅。我想講嘅好簡單嘅道理俾大家聽，大家繼續堅持落去，繼續玩落去，所以香港一定贏嚟緊。黃金到頂，黃金到頂。最後一句，共產黨發聲，各位老闆。不好意思啊，直播啊，我純粹只是因為擔心直播的朋友有啲困難，然後即係我哋再請下一個嘅嘉賓。OK， 我哋繼續有一個黑色嘅即係銀包裏邊咧，係即係有嗰啲證件嘅。如果有人見咗銀包係姓曾嘅曾先生，咁可以過嚟我哋呢一度咧去攞翻你嘅銀包嘅，係曾。曾小姐，等我一位觀眾先生，曾生，正真，係講翻嚟我哋嘅堂前，因為要俾翻一個嘅卡號。我咁跟住咧，繼續請另外一位嘅杭州人，細身材，無畏亦無懼。我哋香港人係有好難得嘅。Well, hi, all Hong Kongers. I'm from San Francisco of California. I come back by my own because I want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all over me. I want everyone to know,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我想每一個人喺呢一個在場嘅每一個人都要知道 ，the world, most of us, are supporting Hong Kong. 全世界大部分嘅我哋咧都係支持緊香港嘅。We are standing with Hong Kong because we all know we are human.We all have our basic human rights. And now we're fighting for it. Free Hong Kong! Free
銅鑼灣90,000人，太古站，我都喺嗰度。警察喺太古站，我未出去未夠一分鐘，你哋等我嘅車都未俾，警察都冇，都借咗車過嚟，對住你啲人射，你哋人嚟㗎？Hong Kong police, shame on you! Hong Kong police, shame on you!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Breathe out right now! Hong Kong is getting out! Hong Kong is getting out! Hong Kong is getting out!香港警察，香港法法法，香港法法，但每一個答案都是被阿康妮取代。好，跟住我哋有下一位市民。大家好，
冇機會講嘅故事，無論你哋識唔識佢都好，佢哋都好，呼籲大家一人一信，失去性即失去理性，等佢哋正視下我哋殘疾人士 M 無嘅問題。我代表各位殘疾人士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嘅如果你肯寫信，多謝大家，多謝大家的肯鼓勵，因為我們真的乜嘢都冇，可以可憐到黑衣啊！我哋係去民政處問，佢話唔關我事啊，去社福處問，唔關我事，咁我可以去。我們要多謝你們的堅持，因為這位朋友除了今天的照片以外，在過去的照片我們都見到他的身影，當然他身體是什麼情況都好，但他的堅持和我們一起出來，我們給點掌聲吧，好不好？多謝現場朋友，很有心的去跟隨市民和心心的發言，這個是一個夢想。